主料面粉300克，软柿子150克，辅料椰蓉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软柿子清洗干净，取皮后搅拌成稀糊状，加面粉搅拌成柿子糊，用勺子舀一勺放入椰蓉里，表面再撒上一些椰蓉，面糊非常稀软。这一步操作难度有些大哦，如果怕不好弄，可以在面糊里适当增加一些面粉，面糊稠一些就容易多了。放入煎锅，整理一下形状，小火煎，一面金黄后翻面，煎的两面金黄就可以了。烹饪技巧，面糊是很稀软的那种，不好操作，如果感觉难度大，可以适当多加一点面粉就容易操作了。但是柿子的味道就没有那么浓了，甜度也会下降，可以适当放糖调整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